像李阳这种上直男真的不多啊。如果真的要交男朋友的话，不一定要同居生活啊，邻居就可以啦，这样子生活有个照应，保持一点距离，有点美感，那不就跟我们现在一样。你之后要是再交女朋友的话，不要把我介绍给他们认识会比较好一点。所以也就是我们要拉开一点距离。鳄鱼水蒸是杀男灭蟑剂，恋爱零距离再重视。